盲人在表演上的动人之处就在于，你其实没有在看对方，你是心灵在交换，就是那个梦幻感特别强。眼睛的手术我不想做了，充满了希望啊，憧憬啊，这种感觉，梦很梦幻的。我自己认为真正好的表演都是跟生活特别近的，但是它只比生活多了一寸。当你心里边舒服的时候，你演出来就是真的。从导演的角度讲呢，你不能一拍桌子说，哎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，不奏效的，也是简单粗暴的方法，我觉得不对。你还是得耐着心，一点一点的帮助他把自己带回来。这就出来了。这个东西就是影像与文字之间的差别，就在于你看这文字的时候，你产生不了那样的感动，可是你看这个的时候，你觉得。我也很久没有真正的跑到去监视器看我每一个表演，整个的拍摄每一条都要看嘛。我觉得我有抓回那个感觉，我觉得很开心。